还有东西呢。哈哈哈。痒痒挠是吗？所以说给一个小拳拳啊！对，讨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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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谢谢。跟我们嫂子一样一样的。他小时候我们就干这行，嗯，也没有别的手艺，嗯，站在台上就痛快，高兴。其实我当年就是从清华毕业那会儿啊。那会儿我们你行校长校长你等会儿吧，不亏心呢，清华毕业呀，清华史，嗯，哎，这个哪儿叫清华毕业，清华大学。真的假的？这也行了。谁？别拦我，这我问你呢啊，真的哪儿毕业？他是因为最早啊北大说让我去，但是我应人家清华了，定金都要了，是吧？谁给谁钱呢？您这是学费吗？学费吗？啊，您这哪儿毕业？这清华，因为清，你们说清楚点。行了行了，没完没了这人。不是我没完没了，您大伙儿听清楚了，别犹豫。因为那些年确实就是整个在清，你不用往后说，你就再凿死一遍，你哪儿毕业？你回家看看你们家窝头熟了，快走吧。对。干嘛我恶格呀，是怎么的？清华，你看我们同学都在这儿，你看啊。你不用说，你就说哪儿毕业的。清华。你们要这样我就搓死你们啊。还是清华池，你这。清华大学呀。清华大学毕业。我是清华大学。你心虚什么呀？清华，你弄死我。谁弄死你？干嘛？这不就结了吗？是不是啊？我们较这劲干嘛呀？清华大学的有没有我的同学？你看，嚯，你看看，哎呀，你瞧瞧，多少年不见了，同学们，哎，对，多少年都没见过。哎呀，这有日子没在池子里看见你们了。哎，好嘛，这穿上衣服认不出来你们了 啊！有男有女，哎呀呀，什么呀？啊，什么有男有女，啊？我们都是清华搓戏的。还是池子的，哎，还有消息的，见过吗？消息的，看你去一回试试看看，有脚垫没有？哎，嚯，消脚的，消息的、弯系的都有。哎，反正是得念书啊，啊，读书是对的。不管你干什么，你从了艺了啊，做了别的工作，没有文化是不行的。那倒对。我走时候那会儿，我一毕业，我们清华那校长拉着我的手，眼泪汪汪的。是啊。我祖母就祖母了，你看，哎，呵，啊，烧锅炉那老头说的，这是，就这个人，我告诉你，人他刺就刺在这儿了。怎么呢？别跟说相声打交道，知道吗？啊，说相声第一不爱瞧得起人，啊，尤其是恨有文化的说相声，知道吗？不恨有文化。第二，说相声好占小便宜，有什么小便宜？你看我跟说相声一握手，我马上回来得数一二三四五，手指头丢了，老怕短一个，知道吗？至于吗？我们就他们这行，我是文人呐，你这么些年。这文人都楼了，因为在清华那些年，你先下去哪儿？你上惯了炕了是怎么着？我们教室都火炕那会儿，知道吗？啊，盘腿坐上面，博士后、博士前，我们一块儿上。博士前，哈是啊，研究什么都研究，研究什么？天文地理、一卜星象。嚯，哎，什么叫文化啊？绘画、书法、书法，那叫还书法，书法。对呀，啊，好好，啊，书法啊，净研究了，全都研究。就我这个文化，说实在的，不用全拿出来，啊，怎么样？就是拿出轻微的，一点儿，你就吃不了。我也不是，我保守没有，热热乎乎的。我就行了，行了，行了，对吧？吃不了就别拿出来了。嘿，啊，说实在，我现在我有功夫，我得先把中国字儿我都给他从梳理梳理。您这话太大了。真的，您说清华我都不拦您啊！您把中国字梳理出来，那你也别拦我了，行吧？对吧？那个都没拦你，死不死啊你？我还拦着你，你这人你怎么你就对文化人你就这么看不起啊？啊！你这搬不倒骑兔子没老实时候，你这那哪儿的文化人都这样了都，显得潇洒飘逸啊？谁嗨？
你光袖子飘逸管什么的、啊、那会儿一屋子就是学问人，我们在一块儿啊，就天天的 啊晃得开吗？这一屋子人哪儿就一屋子文化人都这样呢？讨厌就在这儿，看见了吗？不是，你哪儿就怎么一看这人就没有文化，真的。您还别，我就说，我说中国字儿有的很合理啊，有的很合理，有的不合理。不合理，没有不合理，中国字还有不合理。我是先研究中国字，后来又研究外国的，反正来回一颠倒，我觉得确实很多地方，不管是语法还是用意，包括它的表达形式，确实很有问题。怎么有问题啊？你看，你看，都愣了吧？你看，这可一吓唬就吓唬住了，知道吗？不是，人是怕你摔了，在这晃呀。摔不了，我有凳子，是吧？我好，还是我举个例子啊，有这么一个字儿，我一直要改的。你说说，你都未必认识。你说我就知道，一撇一捺。我连人字都不认识，人字我怎么不认识？好，好，好啊！再来一个一撇一捺。从，这光俩人啊，光俩人啊，从 啊，这字念从啊。对呀、啊，这底下、嗯、来一横字、嗯，这还念从啊？你再想想，我甭想了，还念从，为什么呢？字面上解释得清吗？啊，一个人，啊，两个人 啊，底下来一横。它怎么会是丛？丛是草丛的意思呀，啊，它跟花草植物有什么关系？一个人，一个人，一个横，嗯，这个字儿应该念什么？念炕。哎，必胜！哈，别着，大爷，请鼓掌，谢谢各位，请好。哪边掌声激烈，我就给谁了。喂，你再给人眼睛扎着，你这又砸死一个是吗？啊，什么就念炕啊？念炕，就您刚才坐的这炕。古文言，古文言就念炕，现代汉语念床。不，你别拍我，哪儿就拍？哎，我这，闭上，搁这吧，搁这吧，啊。行了行了，滚！哎，不不，你行，里边还有很多观点的嘛。啊，对对对对。哎，一会儿再说，一会儿一个啊，出色的文人。这还这一个字还念炕，还念床。对了，哎，也念榻。啊，就只要上面有俩人都成。嗯，服吗？有什么可服的？怎么样？怎么样？不怎么样。哎，不怎么。再说一个，啊，再问你一个。哎，来吧。这个你要知道啊。啊，这个你要知道。怎么着？咱俩掉一个，我是你儿子啊。我现在也不是你儿子。这叫什么话呀？这，这人你没意思，你知道吗？啊。哎，你说吧。我想想，我还会一字儿。嗯。啊，就俩字儿啊，还有一个最新的科研成果。哎，好，哎呀呵，这都跟那烧锅炉的学的。科研成果，科研成了果了。嗯，你成不了果了，嗯、你能成果。嗯，啊，嗯，写字儿啊，来吧，这就好比是一支毛笔啊，就这么攥着呀，这就是毛笔，看见了吗？嗯，看啊，来吧，哎。干嘛？你让我给叼回来是吗？什么毛病？你这是？废话。什么毛病？不是你到底写什么字儿？你说就这个，就这一横啊。你念什么？一横啊！咦，这小孩都认识啊？同学看见了吗？啊！您什么年龄同学都有？哟，我们校长来了！哎呵。别胡说八道！这一盒念什么？一呀、啊，这还有什么可猜？别动啊！啊，再来一盒。二，再来一盒。三，三啊！啊，把两边堵上，念什么？日。啊！你偷着看我笔记了？没有。我觉得底下再一盒还能念床。
这个床上有个日，什么意思？去，别胡说八道了。您说说您这科研成果吧。就是这念什么这字现在？日月都可以。念个日啊啊，然后来一道啊，这一道上下别出头啊啊，就在这里上。嗯，甜啊，甜啊，甜啊，甜。上边出头，下边不出头。油。下边出头，上面不出头。甲。上下都出头。深。听着，我这题目来了。啊，这刚入题啊。听着，哎，一个甜啊啊，上下都不出头啊。嗯嗯嗯。左边出头。哎呀。行了行了行了，我跟您说啊，嗯，就冲刚才您那科研成果呀，哎，我可以判断一下您这成果啊，胡来，这就不叫字儿，看见了吗？没有这个字，看见了吗？啊，就是典型的没有文化，真的啊，你这个状态就好比说就是，啊，就是没吃过屎，他认为世上没有厕所，这嗨。什么比喻啊？您真的，这得是我们校长的原话。你不，你们校长吃过屎啊？哎，这行行了，行，知道吗？说不说好听的？这是一个字儿，但是这一个字儿有三个音。你瞧，这就开始胡说八道。有一个字能有三个音？一个字有三个音很正常。怎么叫很正常？你不知道吗？你说说。有很多呀，就是一个字，但是念三个音呢。你说说哪个？比如说有这么一个，哪个 ？W。哎。外国字儿啊，念什么 ？W， 大波六。哎嗨，一个字儿仨音呢。这外国字儿 ，X， 一个字儿仨音啊。你说那是外国字啊？我好，现在跟你说中国字，就说这汉字。对呀，你说说，你来了，你来了哪仨音？就这个，你来了一个田字儿，左边出头啊。你来了，你来了，我听听。还没听说你来了，我听听。你讲理不讲理啊？你现在是跟一个清华的一个博士后边前边的人说话，知道吗？是前是后？我就是锅炉前边的，不是不是清华前边，就是一个那么有身份的一个专家。哪儿有身份？我在给你上课，我都没要钱啊，没要钱啊。我倒给你钱呢，我也。对呀，长能耐就和你看这，你来了，你来了，你要死你啊？嗯，不是你会呀，你来了呀，我会，我凭什么教给你啊？你来我听听。你又不是我儿子，是不是？多多新鲜呢。还是的呀，天不言自高，地不言自厚，人不言自能，水不言自流，金砖何厚，玉瓦何薄啊？你这是长能耐，知道吗？老话说得好，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三人行必有我师娘啊。这什么乱七八糟的，三人行必有我师啊，对不对啊？客气点，鞠个躬是吧？高不了你，矮不了我的，怎么了？怎么就得这样啊？啊，毛病还不少，你说鞠躬不是就完了吗？对，客气点啊。得了，您去，您来了，您来了。你那个颈椎够厉害的。哎，什么叫颈椎够？这不鞠毛不下腰来，杨灯还点头呢啊。伸着点，你跟谁？哎呦，我的天，我怎么你了？你在外边，你问个道不也客气点吗？啊，老家，我上火葬场怎么走？我上那儿干嘛？我上那儿干嘛？客伸着点啊！说鞠伸着点不就完了吗？就是的啊！啊，给你鞠躬。哎，完了吗？散会。什么乱七八糟？哪儿就散会？散会，不是这再会行不行？你给我鞠躬啊！废话，你这是有求于我呀？啊，是知道我有能耐呀？知道您有能耐，知道我有什么能耐呀？你会胡说八道啊？我知道你有什么能耐，我想问这字叫什么？哎，现在开始记在心里边。你说说，现场的各位有本有笔的拿出来记。我倒听听的是这个中国汉语啊，学问太大了。怎么就三个音？一个字出三个音，说出来所有人都得鼓掌，太讲理了。你说说，看着，嗯，一个田，对，上下不出头，对，右边不出头，嗯，在左边出头，对，这个字念什么音呢？三个音，这三个音就是，嗯，苍蝇拍，对，去。苍蝇拍儿像话，好家伙呀，不行了，行了，你别扔了。
哎，还有管他叫教授的呢。Hello， 嗯嗯，好啊好，谢谢谢谢啊。哎，浩儿，哎，我在这儿呢。嗯啊，看见了吗？看见了吗？不像话！尊重啊！尊重什么呀？想说好相声，知道吗？啊，先得学文化。你这苍蝇拍没什么可学的，多巧，左边出头苍蝇拍。啊，那这废话，这边出头，这左边出头，右边出头也是苍蝇拍啊，这个。这我都没想到。哎呵，哎，哪边这上边出头还能是苍蝇拍倒立着呢？你哦，这哎可以，你看了听见没？这就见长。这谁？我长这有什么用啊？这就对了。什么叫对了？这就对了。哪儿就这么胡说八道？为什么要多认字儿啊？说相声不认字儿，说的好相声吗？认字儿谁都认识，拿过词儿来人都认识，你不认识？我没有不认识，还得找人给你念啊。那得什么时候学成艺术家呀？哪儿就都有点文化，干这行也不少年了。是啊，你算算，明年我们准备搞一个于谦从艺三周年。哎，我呀，我刚干三年啊，几年了？干不少年了吧？好，三十年都多了。你要早跟我这么学啊，你早成人了。对，我现在还不是人呢，是吗？你拜师了吗？多新鲜呐！哦，拜谁啊？我们先生石富宽啊。你是他太太啊？这叫什么逻辑呀？你我先生石富宽，你看对吧？你就是那个娘们儿是吧？您这清华大院嘴里都娘们儿娘们儿的，怎么你还没听我们校长说呢？还牙碜，就别听你们校长的了。那你拜我好不好？我什么我就择日不如撞日，就是今天了。没听说这儿磕一头算我徒弟好吗？我等不了了，我这你先等会儿吧。啊，哪儿我就拜你，教你能耐呀。就教苍蝇拍啊？你看，教你能耐呀。教什么能耐呀？说相声有四门功课啊，脱鞋就唱。这脱鞋就唱叫什么？那叫说学逗唱。说学逗唱，对了，四门功课啊。说啊，首先说嘴里得干净，就是有功夫。不管你坐的剧场的哪一个位置啊，哪怕是最后一排。嗯，你看最后一排了吗？是影超超，咱都瞧不见人家。嗯，最后一排离咱们得有一站地左右。没有，对对，没那么远。那也是咱们的衣食父母，这倒对。所以说我们要发自肺腑的问问最后一排，您说是没钱买头里的吗？哎嗨，你说这干嘛呀？你说这话，对不起，请原谅我的单纯和善良。哎呀，我猛撞猛撞，你快挨打了，你这。哦，哪儿啊？你问人这干嘛？就是坐的最后一排也是我们的好观众。是啊，每一个字儿也得清清楚楚，嗯，送到人家的耳朵里，让人听清楚。说话不清如钝刀杀人，就这么难受。什么叫钝刀杀人？嗯，比如说于老师，怎么？嗯，比如说于老师，您说，跪在菜市口，我要挨宰，绑好了，啊，就是要斩首吗？刽子手拿把刀，哦，特别的锋利，快。肩宽背厚刃肥薄，杀人不见血光毫。紫薇薇蓝瓦瓦，霞光万道，瑞彩千条。你就别形容这刀了，举起来，啊，唰，砍下去。于老师那脑袋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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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这儿咕噜到那儿，哎呦，人头说话了，说话，好快的刀！我嗨，脑袋都掉了，我还那么贫呢？赞美，我捧人家干嘛呀？要是钝刀子就坏了。钝刀怎么了？来钝刀都是锯齿儿，那就是锯，那就是。于老师跪在这儿了啊，刽子手一举刀，哦，想不到你落到我手里头了。哎，好嘛，校长亲自杀我。嗯，歪了，啊，你这辈子算是歪了。呵，你的家属都得充公。哎，嗯，呵，别解恨了。哎，嘎，砍下去了，扎在脖子上。哟啊，别喊，行了，别聚了，你们校长改鲁班了。你这说话不轻柔，钝刀子杀人，就是难受劲儿。说学逗唱啊，学，嗯，逗唱依然很重要。那逗当然，但是这逗啊，逗是最重要的。逗啊，俩说相声站着四十分钟，观众一个乐的没有。嗯，怎么舔着脸往下走啊？啊，真是不好意思，对不对？嗯，包括这个唱，嗯，我们一定要好好的解释这个唱，说说。说相声唱唱什么呀？嗯，唱太平歌词。哎，你瞧，真这倒对，真的。嗯，啊，说有人说不对呀，嗯，唱歌啊，唱戏啊，唱大鼓，唱这唱那个也是唱啊。嗯，那是说学逗唱的学。哦，这属于学，因为你唱的那些个，人家有专业演员干这个的。
哦，你说你唱一京剧，你不是学人家京剧演员吗？嗯，你唱一评剧，不是学人唱评戏的吗？是，只有太平歌词是说相声必须要会唱的。哦，哎，于老师，哦，也不能说没学过。哎，我也学过，也学过。嗯，这个就是术业有专攻，得道有早晚。对，当年谦儿哥为了学太平歌词，嗯，在太平间住了好长时间。哎，我呀，后来太冷了，搬回来了。哎，对，我那得学出什么味儿来呀？我是啊。这个都得学，包括孩子们都得学呀。就你看徒弟也好，包括我儿子啊，然后你往那边比划去，比划儿子，你往我这比划干嘛呀？包括徒弟啊，包括我儿子啊，还有徒孙啊，哎，这好嘛，你看辈儿还小，正经啊，这都得会。包括我儿子郭麒麟啊，这么大时在家就唱着玩就会，哦，他也会。你看你还不信啊？嗯，大林，干嘛叫他呀？来，过来，哎，来来，站这儿来。这跟高老师聊天呢。哦，哎呀，我是有两个儿子的人啊。你是老大，哎，不起。也是从小，郭麒麟其实没想着说相声，嗯，后来也不怎么着，他趁着我上清华大学，他偷偷摸摸的就说了相声了啊。但说相声就得用功，可不，太平歌词必须得练，得唱啊。是，嗯。你是于谦老师的弟子，哎，他是我徒弟。哎，你看这我们这行这样啊，嗯，说爸爸干这行呢，我不能再收自己儿子当徒弟。对对，怕管教上面下不去手。嗯，哎，就得教别人来教他。我下得去手。哎，嗯，所以我儿子呢是于老师的徒弟。对，自打跟于老师拜师以来，你看郭麒麟的酒量可是见长。哎，我学什么了我？我净教人喝酒是吗？我还控制他不让他抽烟啊。对。头发也不能烫起来，嗯，没学别的。都知道于老师三大爱好是吧？抽烟、喝酒、烫头，嗯，脍炙人口啊！哎，对，全知道，连法国人都知道。那错不了啊，嗯。但是太平歌词在家我得教他。对啊，对，给大伙唱两句好不好？太好了，太好了！您别看我是这个于老师的徒弟，嗯，其实跟我父亲也学了不少。那当然。当时叫拜师于老师的时候，我爸在家就劝我，嗯，啊，去这个拜于谦老师吧。嗯。你知道你师娘多漂亮吗？嗯，啊，你什么目的呀？这是，好好的孝顺师父师娘。哎，那不单漂亮的事儿。哦，行行行，反正都得学。可白净了，哎。咱说点别的行吗？臊死我了都快。哎，行了，确实也挺好，搁着于家我也放心。啊，跟于老师的儿子郭小宝，嗯，在一块儿。哥俩吗？没有，像话。我跟大林也说了，我说你跟小宝就拿着当你亲弟弟是一样的。对对，干嘛拿呀？就是。嗯，哎，你们爷俩这一唱一和的，你知道多开心呢啊！哎，对，比在清华上学还痛快呢啊！哎，唱两句吧，儿子。好，我听您的。我这还带着板了啊。您带着咱那钢琴了吗？那是，嗯，哇，钢琴啊，不够挑费啊。唱太平歌词有个伴奏的乐器，嗯，叫玉子。对，啊，这个据传说，想当年有艺人进宫唱这个，也没有板。拍着大腿，西太后就说了：“你那是干什么呢？”哎，这是西太后，那都跟清华有关系啊。说我拿这个拍板，西太后说：“别去了啊，让李莲英上后花园砍了两棵竹子，挑最好的地方截取下来啊。”说拿在手里击节而歌，就打着拍子。哎，那竹子，当然这我估计是艺人们附会的。哦，就这么一说，因为是玉刺的，嗯，啊，就管这东西叫玉刺，但是叫来叫去呢，叫白了，叫成玉子了，嗯，一般来说是竹子，我这两块是木头的，嗯，啊，声音高，哎，这个最早的时候是两块半，还有半块，半块打着这个，后来嫌这半块碍事儿，就都用这两块啊，其实特别简单，啊，嘿，然后咱们唱两句吧，唱两听您的，你们想听什么呀？白蛇传，白什么？哦，单刀会，还有骷髅叹，好好好，那给你们唱一个秦琼观阵吧啊。哎，你们爷俩什么脾气这是，嗯，不是你让他猜着他以后就不买票了，哎，行吧，你想唱什么唱什么。秦琼观阵有大有小，嗯嗯，后来我看有整理出版的，出版的那个词儿应该是全文的三分之一，它没有头没有尾啊，太长了，但是我们要真把那连头带尾都唱完了也实在太长了，整个秦琼观阵唱完了就得个三十分钟啊，有点犯不上了，嗯，啊，让大伙儿尝尝好不好？好，掐当间一点啊。嗯，我这两天啊又录节目又忙，其实嗓子不是很舒服。唱了半截，要是比如说一咳嗽了，一干嘛呢？嗯，我就假装一咳嗽，你们就知道就结束了，就一鼓掌，咱们就折个羞脸就过去。什么叫鼓掌？嗯，
就听咳嗽啊，你们表演完了，我们好，刚才唱的是《太平歌词》。哎，好嘛，就干咳嗽合着啊，干咳，来吧，掐后头几句吧，好吧，行，听着，唱几句，你接两句啊，好，哎，我一努嘴你就唱儿子啊，哎，对。你们爷儿俩嘬嘴疯啊，是怎么着？什么病啊这？我告诉你，就你这样的，在我们学校里打死是吧？不去你们学校，彰显遗传的伟大，怕淹死。嗨，你再不怕搓死？来吧，秦二爷看罢了多一回，翻身下了马能行，阎王山东落下了泪。养儿老娘哭叫了几声，人家养儿都放背着老，拧了人家养儿这个竹篮打水落了长空，实指望孩儿我做高官增光越俗不了想，半路途中遇见了险情，靠山王摆下了一座死门斗地锁子八卦连环阵，他要害孩儿的命惨生，磕一个头来我算尽了孝，磕两个头来我算尽了忠，那秦二爷磕罢了头三个也算尽孝也算尽忠，磕罢了头他是忙站起，阎王黄彪把话明，你今天驮定我闯得出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棍槊棒鞭锏锤镯拐子六枪四门斗地锁子八卦连环阵，疆场以上的立了大功，你今天驮定我闯不出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棍槊棒鞭锏锤镯拐子六枪四门斗地锁子八卦连环阵，疆场以上你活不成，我一言唱不尽那秦琼观战的，我是愿诸位阖家欢乐是俯首抗明。唱两句大伙儿尝尝，哎，秦琼观战，这叫秦琼观战太平歌词啊，哎，是累坏了吧孩子，累，我不行了，好，还是赶紧这让后边熬点参汤喝吧，好，嚯，快快缓回去，我吸氧，好家伙，快去快去快去，哎呀喝，累坏我儿子了，了不得了，你们这说相声都这么养活着呀，嗯，一年就唱一回，啊，哎对，就一根身子，那错不了错不了，哎，让孩子好好歇着，啊，这个叫太平歌词，对，挺好，太平歌词是说相声里边说学逗唱的唱，这叫基本功，除了这个再唱什么，嗯，都是学，哦，啊，是，就沾这个曲艺类的，您说吧，啊，上百种得有，啊，这不少，但是说要都像于老师似的，我们这行就失传了。怎么就像我似的就得失传了？没有时间研究这个呀。那我也学，你怎么不学？你嗨些，你少来呀，啊，你啊！怎么了？真的，于老师不是我瞧不起你，您客气了。真的真的，啊，我就是冲着嫂子的面就完了。咱别老提这个行吗，啊？我不跟你争竞，眼睁这台上好些东西我们都给您折着，为什么让谦哥站桌子里边？怎么了？为什么有的人要站桌子里头？桌子里头怎么了？捧哏尿裤看不出来。我有桌子挡着呢，是吗？哎，看不出来尿裤吧？刚才是太平歌词，啊，再说一别的你就未必会了。没听说过。你看，您，哎，说说说。德云社20年了啊，这些年我们挖掘了很多传统的形式和传统的曲目，是其中有一种艺术形式啊，几乎现在就没有人听得到了。您说说我听听。莲花落。哦，莲花落是老的形式了。莲花落，解放初几乎就没了。对，莲花落呢，这东西虽说没了，但是呢，它在其他的艺术形式中有所表现。在哪儿还有啊？如果说莲花落要是爹的话，他有俩孩子。哦，一个是评剧，一个是二人转。哦，在那种形式里还有。那俩都是打莲花落出来的。是啊，莲花落有一个人唱的。谁？啊，这个。过去来说什么清明泉呐，哦，于瑞凤啊，呵，也有俩人拆唱的，俩人拆唱，俩人进故事，嚯，还有一帮人一块儿唱的啊，一上来一大帮人，嚯，先喊斗，啊，喊唠，一大腔，嗯，大伙儿先唱，完事进故事，进人物，啊，还进人物，就是当初德云社挖掘过几段，哦，后来市面上没有了，哦，咱们今儿尝尝好不好？咱们再听听。莲花落，对，莲花落，莲花落，这个这你真不行，帮不上忙了。哎呀，咱们这东西我能不会？我叫一个我们这儿会莲花落的啊，来，张云雷，谁？好，来，张云雷，来，我多得分，你看看啊，嗯，对，这得让人送上来啊。
没有快递是不出来演出的。哎，这让他扶点桌子。哎，我接他来，你走吧。哎哎，哎，我徒弟，他叫张云雷。是这个，他从小从艺，最大的成绩就是五个月前从南京南站摔下去了。这个玩意儿就是，你知道这哪片云彩有雨是吧？啊，艺人嘛，怎么红的都有啊。他靠摔红的，这是张云雷。嗯，张云雷打这么大就跟着我啊，是我早期的徒弟。嗯，小的时候呢，后边留一小辫儿。哎，啊。那会儿唱了好多太平歌词莲花落，那会儿电台录了大批，这一说是2005年。嗯，现在很多相声演员都听着张云雷的声音成长起来的。哦啊，张云雷，哎，莲花落还会吗？莲花落会，会会吧，会，因为那个打小教过他啊。咱们俩拆一段吧。可以可以可以吧，拆唱，让大伙儿听个新鲜。可能你们听不惯，听不惯你们就多做自我批评啊。嗯，谁呀，做自我批评，慢慢就行了啊，慢慢就行了。听不懂，听不懂，千万别说这是什么呀，让旁边人笑话你啊。哦，听不懂，闭上眼睛，嗯，啊，这嗨，哎，旁边一看，哇，这个好家伙啊，要捧你知道吗？哎，嗯，好事。那个《莲花落》的曲目有很多，以前张云雷有很多录音，什么王二姐四副十只搭都有啊。嗯，咱们唱一个以前大伙没听过的，好不好？好啊，给你们唱一个《杨二舍化缘花墙会》，好吧？嗯，有点意思。这段特别长，咱也掐几句吧。嗯，掐几句。杨二舍化缘是说的这个，有一公子叫杨二舍，嗯，投亲到他老丈人这儿了，结果呢阴错阳差，这老丈人给打出去了。后来呢他自个儿没辙了，出家当老道。当老道出来化缘，又到他老丈人家门口，正好看见他这个未婚妻这小姐站在墙上边，墙上是小姐，墙下是这老道，俩人聊天，通过对诗知道了对方是谁。这么一个很凄美的爱情故事，这要唱全了得唱40分钟啊！咱们就掐一点对诗给大伙儿听听。可以，这个是需要乐器伴奏的，嗯，啊。嗯，请我们的钢琴师，我们的那个铁板师啊，铁板师，铁板烧的啊，你没有？来，王九龙，哦，快来，哎，快来，哎，站在你大爷旁边吧，站那边吧，好吧，上这儿来，来。对，这个是我徒弟，也是我外甥啊，我是他舅舅。你们家这孩子都干了这个了啊，嗯！花墙会，花墙会啊！我们来回，那个，我，你来这个唱这小姐吧。我站墙上，对你长着秀气，你站墙上，你跳下去的时候痛快。哎，因为你有这经验啊。我站墙上啊，南京火车站南站10多米跳下来愣没死，就这个玩意儿吧。啊，这我原来以为就完了，没想到骗我呢。嗯，啊，我咱们试试调门好不好？掐几句对诗就可以了，好不好啊？嗯，行，那就试调门，来，来，来。王美容站墙头，变了我是大梁，墙下修道的难呐，关小姐好比你是一树的梨呀，右中看来右中我把你吃啊，虽然我的梨儿你可长得怎么那么好啊，干瞧着我的梨儿好，你要摸不着吃也就白着回自己，我就不着急呀，莫非说有人在此看着这树梨好，等着看梨的去吃午饭呐，翻过了粉皮墙，我是偷吃了你的这个梨呀，虽然说挡不了这个茶和饭呐，撒一点梨水也能充饥呀。关道童啊，好比你是一树的桃，又中我的这个看来，又中我把你瞧啊，中看中瞧不中你的那个用啊，但瞧着桃儿好，摸也摸不着，哎，骂也是白绕啊，莫不成有人看着这树桃，后来等着看桃地去睡觉，跳过你的花墙，我偷了你的这个桃啊，虽然说挡不了那茶和饭呐，撒一撒桃水我免得心焦啊，关小姐好比这个琵琶丝弦呐，中
赵美日就在墙上里悬呢，有赵一日倒在了我的手啊，怀抱着琵琶我不敢弹呢，怀抱着琵琶你应该弹欢唱啊，又恐怕弹坏了琵琶上头弦呢，弹断了旧弦我把新弦给接续呀，哪有这个闲钱我置办新弦呢，关道童啊好比你是河中一朵莲呢，长在江心水里边呢，姑娘我比作采莲的汉呐，脚蹬着小舟儿我是掐了这朵莲呐，将莲花托在姑娘我的这个手啊，手托着莲花不得那么耐烦呐，手托着莲花你该当把它看呐，糊涂的老道想啊，出了水的荷花颜色淡呐，人过了青春哪来的少年呢，若得夫妻是重相会呀，杨玉春赶考他中了状元，掐这么几句啊，等多子有时间，等张云雷健步如飞了啊，从头到尾的咱们好好唱一回啊，得嘞，这唱的这个于老师就勒死都不行，你知道吗？啊，哎，说走就走了，俩人啊，哦，这是要出去卖艺去了，俩人啊，哎，可不是说走就走，得等走下去还得十分钟。嗯，这个演员就是有份有身份，知道啊？好吧，这叫莲花落，不错，听个新鲜。哎，最起码60年吧，得有50年、60年得有，挖掘整理啊。对呀，还有的就比较熟悉了。嗯，你比如说竹板书，竹板书常听吗？竹板常听，当年。德云社最早有一个演员，说相声也不行，什么都不行，吃人没够，干什么不行啊？后来我说干脆你先唱竹板书吧。哦，后来谁想到他红成那样了？谁呀？岳云鹏啊。很长时间在德云社，他是以唱竹板书为生。哦啊，你看，有日子没听了，让他唱一个嘛。行吧，来吧，岳，来来来来来来来。嘿，云鹏，你的快递，嗯，这个送快递的怎么进了园子了？好，有人说小月瘦了哈，你得买个望远镜了，我跟你说啊，挺好，回去吧，别往前来了，快回去吧啊，爱卿平身吧，好，嗨，这都上朝来了，喜欢岳云鹏吗？这都是没有文化的，云鹏，哎。一撇一捺念什么？哎，这行了行了。人，一撇一捺念什么？人，俩人抵一横。抗。好孩子，这是师徒关系。又念床，嗯，还念榻。对对对对对对。这是我们清华的教授助理，住在教授家里。嗯，教授出来，嗯，挺好。认识你谦大爷吗？哎，当然认识了。谦大爷艺术水平怎么样？啊！乐完你倒说话呀你，干乐呀！我正在想词儿，就是。你也别太难为孩子，我也别盼着他说话。他朴实，不会撒谎。嗯嗯嗯，挺好，挺好，挺好。行了，行吧，反正于老师最起码就态度很热情。不是你们要上来干嘛来了？哦，聊竹板书嘛。废话，你挤得我干嘛呀？小月还会竹板书吗？好久没唱了啊，好久没唱了，我不知道还能不能唱，反正于大爷不会，这是您教我的。对对对，你们老勺着我干嘛呀？一共仨人，我敢勺着他吗？这个，你敢勺着我是吗？你就剩勺着我了是吗？嗨，别闹，让孩子玩会儿。对，玩嘛，反正都是我师傅教我的。嗯，这个竹板书呢挺简单，过去竹板书其实是开大书，嗯，跟说评书一样。找一个书馆，三国呀、列国呀、东西汉呢，用竹板书来唱。有的时候就旁边坐一个专门负责打板的，他说书，说会儿唱会儿，说会儿唱会儿，那叫竹板书，也失传个40-50年了，得有啊。这些年来，你要说唯一能继承的，还真是
我就交给岳云鹏了。那会儿德云社小剧场说相声他也不敢说什么，也不行啊，也别说吃饭可以啊，孩子，哎嗨，啊，这就别当一美说了。那你知道吃饭吃的多好看了啊，吧唧嘴那个响啊。我师父夸我，嗯，那是，这是赞美啊，不懂什么好赖话了，嗯，那我也爱听，你说你说一试试，真有意思。我没看过你吃那么香过，我你。那就要这样的话，你给大伙儿唱两句《猪八叔》好不好？唱两句，有日子没唱了，嗯，好不好？猪八叔，咱爷俩拆一个吧。咱俩拆啊，嗯，我刚才净跟他们拆来着啊，跟张小辫唱了一个，给我麒麟唱一个。对，咱俩拆几句竹板书。竹板书，咱们也得有乐师啊，哈，得有乐师。乐师，你打算用谁啊？有请高老板吧，好不好？高峰，高老板啊，嚯嚯，高老板，今儿您来着，全见着了，来嗯，哎，高老板啊，我师弟，上这儿来，快这儿来，哎，对，站那儿，哎，可不好唱，一个上句一个下句，嗨 C， 嗨 C， 别，我塞不进去，来。哎太嗨了哈，太嗨了，太嗨了，塞不了了啊！嗯嗯，行行行，我们俩人拆一个啊！哎，中间有一个变调，你随便变吧，跟我没关系。哎，什么话这叫啊？我这跟你探讨乐理呢啊！怎么变怎么变，我就是一个点啊。好，开始了啊！嗯，哎，对对，你看，乱七八糟的。你先来，我先来。我说你唱不唱？大伙打个招呼。都打半天板了。谁先来？我先来。好好好。硬硬闷坐，手儿托着腮，叫声红娘，你快过来。你姑娘我是这个贞洁女儿啊。擦胭脂抹粉那总嫌不把太高了，嫌低啊，太高了，太高了啊，你早说调门就没试试啊，嗯，来来高老板再来，嗯，盈盈手儿托着腮，你有痔疮是怎么着，你死哪儿去你，这个合适一点，我是要合适一点，实在是上不去。哦，我说中间有变调嘛啊，就是好家伙，来阿高，来走，来阿高，多肉头，阿高，你姑娘我是这个贞洁女儿，擦胭脂抹粉儿，我总嫌不白。我豁出去了，来，差不多，你可以能唱上去啊。张君瑞本是，你看看，一位唐朝的客，咱娘们宋氏三代女裙钗，唐宋相隔，倒有六百载，是何人编出这部戏相来？红娘闻听，抿着嘴的笑，姑娘明白这个我明白，老爷在朝他是把官做，官居一品是位列三台，宋王爷开了那叫文考场，天下举子们进了京来，河南来了一位关公子，关汉卿千山万水进了京来，老爷贪赃吐了灰，哎，去了人家的好文那才，三长没把公子来中，回家们坐在小说斋，今天思来他是明天想，一怒才写出这部西厢来，西厢下院留下了诗句，字字行行是看个明白，就一句带月这个西厢下，赐一句迎风那虎翻开，
三一去月一那叫火影动啊，四一去一是那玉人来。我的小姐呀真是真哪来，这个家是家，黑是黑来这白是这白，贞洁女总是那叫贞洁女，下贱财总是这个下贱那财，真金不怕烈火来炼，矫正哪怕那修仙歪，夜明珠未出土真假难辨，单巴掌拍不响你远着水呀来，聪明的红娘嘴尖舌快，几句话把西厢这莺莺小姐她那抽烟喝酒烫起了头来。我一回头看见他了啊，这个够底，这个啊，哎，对，不容易，不容易，不容易，哎，来给熬一碗人参，后边糖果去，糖果去，快去，快去，快去，全得，真不易，真不易，这演出费人参，哎呀，于老师怎么办呢？怎么叫怎么办呢？我儿子来一个，你不会。我徒弟来一个，你又不会，你这玩意怎么弄啊？你怎么什么都不会呢？你没，你别跟着起哄、啊，这玩意儿就不爱唱，因为沾打板的玩意儿，于老师就算完了。哎，你得会了再说不爱，你对不对？你不会，他说不爱，谁信呢？是吧？啊，同仁堂，哼，列位来内行，同仁堂是中国曲艺里边最了不起的一个节目。打起竹板来唱同仁堂多少味药材，就是于老师小时候是学过，但是他说了啊，轻易的他不会唱，他都忘了啊。关键得看你们大伙儿爱听不爱听。你说挤得到这份儿上了，咱要怎么样唱得了吗？才啊，他说他们说你大小脑全萎缩，有这么回事？这是谁嘴这么快传出去的？不是唱，可以唱就唱啊！不过咱说好了，你们听那个同仁堂，嘿，怎么那个不行？那个，那上面那模板的那个不行，哦、那不成是吧？啊、行，咱们踏踏实实按照数来宝唱。那来一规矩版的是吧？哎，高派的那个最上品的东西了啊！好吗？好，行嘞，高老板贴板吧，太棒了！咱们听听于老师这段啊，全心全影的同仁堂，要打板就唱啊。同仁堂开的本是老药铺，先生这个好比甩手自在王，药王爷就在当中坐，十大名医列两旁，先拜这个药王后拜你，你是药王爷的大徒弟，药王爷本姓孙，骑龙跨虎手捻着针，内科的先生孙思邈，外科的先生华佗高，孙思邈华佗高，32岁入的唐朝，正宫这个国母得了病，他是走线号末治好了，这个一针治好了娘娘的病，他是两针扎好了龙一条啊，万岁一见龙心喜，亲身这个封他在当朝，封他的文官他不要，什么封他的武将就把头摇啊，万般出在无忌奈，亲身这个刺剑大黄袍，一旁怒恼了哪一个，怒恼这个敬贼老英豪，为臣我东挡西杀功劳大，为什么不赐那黄袍啊，一把钢鞭拿在了手，手拿着钢鞭赶黄袍，药王爷药法高着，他脱到了黄袍换红袍，这个黄袍供他了药王搞，黎民百姓财不相烧，您老这个买卖有兰贵，您老这个兰柜3尺3寸3分高，这边一旁供这个压药碾，这边一旁供这个炸药刀啊，炸药刀
亮堂堂，有几味草药您先尝，先炸这个牛黄玉狗宝，后炸槟榔与麝香，桃仁陪着杏仁睡着吧，二人躺在了沉香床啊，睡了三更交白夜，胆大着木贼跳了金墙，倒走了水银五十两，这把金猫狗儿叫汪汪，有丁香去送信，这把人参这才做了大堂，佛手抄起甘草棍，棍棍打在陈皮上，这把打在这个陈皮流鲜血，这把鲜血躺在了木挂上，大苏丸小苏丸庞大海滴溜圆，这把狗皮膏药贴风寒，我有心接着药名往下唱，我是唱的名儿个唱不完，哈哈。下面请您欣赏舞台议事表演者高峰、栾云平。谢谢大家啊！为什么让侯老师出来一下呢？啊，让您知道。